一川茶。 谢谢谢谢啊，谢谢您，来了来了。哎，你要空空丸干什么？恢复你身体本来的力量，你要去做何事？我在外面还有一个门派，门中煞有些事，没来得及处理，没有力量，怕他们不服我。现在我打算在这里成亲。 想出去做个了断，才能让他们帮我做好事。日后你跟你儿子的户头上，便更少不了钱了。你可要记得多带点钱回来呀！给，阿姐，咱们空空铺的至尊版空空丸，是可以让人一瞬间恢复到巅峰时代的，但是只有2个时辰的时间，然则。 令人闻风丧胆的大魔头陆昭瑶，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活动筋骨。找遍先摸两界，低价还是考的，比免税店还划算的网易考拉，邀您共赏招摇。 竟然走到了此处，你知道这是哪儿？苏山迷阵的深处。那和刚才那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更难走出去。我也从来没来过。啊！我还得回去找我门主呢，那怎么办？你会辨别方向啊？以我一人之力，我现在也没办法找到出去的方向。 或许你能行。我？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我哪里不同啊？我就是力气比较大。你天生对法术有抗性，这宿山迷阵本就是法术，你能走进来，自然也能走出去。可是我不认路。 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吧。你心里想着陆昭瑶，想着你心里最挂念的东西。恭迎金仙。 Thank you.
庸庸明艳，旭日时淡。诸位同道，长夜已退，不知圣主是否一同参与商议？他随后就到。我初初苏醒，不闻江湖事已久。这些年江湖风起云涌，已有不少的变化。方才听闻常玉圣主对我言，万路门陆昭尧已死，接管万路门者乃魔王之子厉陈兰。对于此人的行事作风，诸位可有了解？那小子嚣张得很，这几年之前刚刚登上门主之位，便灭了南岳教，使我等宗门遭受巨创。虽然说这几年他消停了不少，但是万路门在他手上日益发展，更胜陆昭尧。对于此人的行事作风，诸位同盟可有合力压制其发展？圣主多年来也是为此事忧心不已，自剑冢之战后，宗门各派都开始修养身心，韬光养晦，除了自己的事情，对别的事情都是不闻不问。比如此次苏醒金仙一事，这秦千贤和沈千锦便是极度不配合，百般阻挠。千尘阁秦千贤，千贤乃紫丹仙人弟子，此次为何如此不知轻重？什么不知轻重？金仙，你可是沉睡太久，有所不知。他前些日子还与万路门厉陈兰一同联手行事呢，近来与万路门走得也极近，那副好皮囊下也不知安的是什么心。看来如今我宗门内部且需好好肃清一番了。圣主今日真好看，老了哪有当年精神？圣主容颜如当年一般貌美，只是寒月不解，金仙已苏醒多日，却仍旧未提迎娶圣主之事，寒月替圣主不值。胡言乱语些什么？如今大敌当前，金仙乃是心怀天下之人，如何会将这些事放在前面？可是圣主，你已经等了这么久。我等了这么久是在等他醒过来，如今他既然已经醒了，我自然放心。剩下的事情来日方长吗？明轩对我的感情我是知晓的，他是个温柔又细心的人，自然不会辜负我。明轩，在看什么呢？随便看看。我听兄长说，前段时间南方有逍遥客作乱，你这次去了这么久，是为了这件事吗？嗯。累吗？不累。最近听说你生病了，身体可有大碍？就是些小病，不碍事的。见你得胜归来，我都好了大半了。回来路上见这块玉成色不错，知道你喜欢这些，便买下了。劳你记挂着。应当的。外面风大，我送你回去吧。嗯。
好了，我们去殿上吧，别让他们等太久。是。陆昭瑶，没死，哼，果然是魔性难驯。不劳金仙费心，我这便送你回去偿命。六合天衣，洛明轩，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出狱之际我便该杀你，也不至于让你作乱至此。你话是不是说反了？出狱之际该杀了你的不应该是我吗？陆昭瑶，我半生尽被你毁，原以为你死了也就罢了，既如今你死而复生，我若不亲自手刃了你，难解我多年之恨。苏若，你来。我半心为魔，皆是拜他所赐。若不能手刃了他，我心魔难除。哼，你们宗门人也不干净吗？洛明轩，为魔者恶，你为何不先铲除他，以儆效尤？来成全你那大公无私的金仙名号，你这贱人，真乖。苏若，站住！我知道你想做什么。沉睡初醒，内息不足吧？你想保留实力，让这几个货色耗掉我的力量，趁我虚弱再动手杀我。可我没那么多精力浪费在别人身上，让他们收了阵法然后圆润地滚。我要杀你，你要杀我，没有别人参与。否则我先帮你把这已入魔的夫人杀了如何？你们宗门人天天喊着除魔除魔，既然现在这里有一个，我今天就来做个好事。陆昭瑶，你杀了我吧，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不怕你。哼，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死到临头还不悔改的模样。好，或者我先帮你们把颜面撑下去。住手！放他走，我撤阵法。美轩。好，信守承诺。
骆明轩，先前你欲杀我，就因我生而为魔，必是极邪极恶之徒。我曾委屈过一阵子，可后来我便释然了。若天下正道都是你们这般模样，那我生而为魔又何妨？你说对了，你若是正道，那我便注定与正道为敌。我曾以为能教你向善，可你还是救了魔王遗子，建立万路门，至今死性未改。对啊，我就是这么坏，你有什么不满吗？救人便是善，我救人便是恶。你建立门派是对，我建立门派便是错。你的信仰叫坚持，我的信仰叫死性不改，哪来的道理？你可知你为何生而为魔？你生于魔王封印之地，千年前魔王身死之际，未免血脉不保，遂将遗子封印藏于那片山脉之中。魔王为护遗子，在那方落下封印阵法，自此山脉中村人尽数为魔气感染，所有人生而为魔，他们不可出，外人不可进，那便是魔王落下的诅咒之地，令村人世世代代守护他的后人，那儿便是你的故乡。废话真多，也好，我可趁此机会调戏。当年未出魔王遗子，只身前往破开封印，却被封印所伤，跌落山崖，为你所救。我原以为可以使你一心向善，可没想到日后带你出山，却在第一时间救了他。我被魔王封印所伤，未曾痊愈，凤山养伤期间，宗门查到此魔子下落，便着宗门各派合力剿除此祸害，可你却伤我宗门高手数百人，手段残忍，只为救此祸害。此后建立万路门，屠戮我宗门人士，并将那厉陈兰推上而今这般境地，这便是你的天性。为魔终究是恶。伏魔！之子，金仙，圣主，今日陆昭瑶跟厉陈兰都在，金仙才刚刚复原，与之正面交锋怕是不妥，不如以退为进，保存实力，才能夺回大事。不行，今日我一定要杀了他。苏若，赤之士所言有理，如今我法力未复，要先避其锋芒，暂且退离，待他日我功法恢复，必将二人斩于剑下。
还世间太平。陆明轩还活着，活不久了。不能让他跑了，追！你留在这里。我从深渊里爬出来，可不是回来玩的。你战我便是剑，你退我便是盾。这洛明轩苏醒，招摇一定坐不住，这江湖怕是无法再安宁了。月珠，我马上去一趟万路门，看看门中情况，你便留在院子里等我几日。你要早点回来啊，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此去凤山必有一战，都紧张起来，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这么多暗罗卫，看来此次动静应该不小。你去干什么？金仙苏醒，宗门又出如此大事，我作为关羽楼楼主，必当前往凤山阻止杀戮。你体内尚有残余寒毒，你去了能干什么？寒毒？我从未和你提起过我身中寒毒，你是如何知晓？我这几日诊断出来的。江门主曾耗时数月才诊断出我体寒之因为寒毒，你是如何在短短几日便诊断出这是寒毒？南山主，其实我早有疑问，你的药包上所系的绳结同于每年与我送药的那位隐士打的绳结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南山主，请听我把话讲完。这些时日在院中，我隐隐总有感觉，你好像我多年好友。你的一言一行于我而言就是那么熟悉，可是我再想下去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南山主，
我想你一定有事隐瞒于我，不知可否直言相告？没什么可告知的。你我之前并不相识，现在也不熟悉。我提醒你，纯属医者本分。你若执意要去，请便。南山主，禀楼主，何事？刚刚门派传来信鸽，说陆明轩和厉晨岚、陆昭瑶在凤山打起来了。陆昭瑶，他如何会出现？无人知晓，只知道他一出现便破了凤鸣殿的结界，似是想要再次封印金仙。宗门都到齐了，千尘阁未去，此前受到重创的剑心门也没有派人去，只有圣主柳苏若。紫嫣姑娘呢？她离开陈吉山了。好似说先前便是柳苏若以柳苍岭之性命威胁的秦紫嫣，方拿到了秦紫嫣的血。回去告诉大家，近日不要出关羽楼，凤山之战非正义之战，此乃个人恩怨，我关羽楼无力阻止。是，楼主。你笑什么？老夫笑某些人真是自不量力，总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一分不同，可到头来又怎么样？还是和老夫一样，被关在这黑漆漆的地牢之中。云杰，我早晚会杀了你。你爱厉晨岚，可是他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你。你比不了秦芷烟，就连那个傻子阿大你都比不过。一个你永远得不到的人，你还要继续对他推心置腹般的对待吗？门主，刚才那个人在门外鬼鬼祟祟，十分可疑，而且不管我怎么问他，他都不肯露面。我的丫头来看我有什么鬼祟的？他胆子小，被你吓到了，连脸都没看见。芷烟姑娘怎么就知道她是你的丫头？有什么问题吗？我和她朝夕相处，她什么样子我比谁都清楚。我入陈记山时就说过，谁敢扒她的衣服，我就扒了谁的皮。说到做到。你可知错？门主，未尽职责保护芷烟姑娘，子瑜知错，请门主责罚。去面壁思过一段时日，暗罗卫的事务暂且交给阿大。是。为什么你肯定是秦芷烟背叛了万路门？是瞒我！来人，将林子瑜关进地牢。你不如和老夫联手，杀了厉晨岚。老夫答应你，秦芷烟交由你来处置。子瑜姐，子瑜姐，小艾，你怎么来了？阿大带着所有暗罗卫去了凤山。凤山，门主呢？
门主先行一步，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好，你也去凤山，告诉兄弟们遇事莫慌，千万稳住。哼，一定要保证门主的安全。知道了。林子玉啊，林子玉，看来你对厉晨岚真是鞠躬尽瘁。你做他的忠心之犬，也算是十分的称职了。明轩，金仙，咱们就这么窝囊的跑了？仅一个陆昭瑶还有胜算，厉晨岚带着万钧剑前来，与之硬拼就是杀敌一千，自损800，也就是你这傻子才想逃打。你再说一遍。